小印度区啊，换前一条街啊，哦，这一间哦，换前所，它开143呢，啊，价格还不错。啊，其他旁边的都还没开，等一下开了再来问看看，看哪里可以换钱，换的比较好。我再跟大家讲，哦，来槟城就是来这边换钱就对了，很多间啊，里面这边有六七间吧，啊，可以多比较看看的，哦，啊，价格可以是可以 negotiate 的啦，是可以商量的啦，哦，等一下等他们开再来换。再去来交小印度区的门靠交，哦，交一百换钱所，要一百。哦啊，假如这间，哦，搞不好是这间换，哦，这间明码标价了哈。问来问去，这间就是明码标价，汇率最好。哦，今天换到是143了。哦啊，其他间很多问起来，有的140、141、142。哦，啊，前面那一间有一道143的，啊，后来这一间明码标价143，啊，就来这间换了。哦，如果要换钱的话，来小印度区的门口这边了哈。啊，这边，哦，一整排都是换钱的。哦，啊，这里单独角落这一间，角落这一间单独的。哦，这边汇率蛮好的哈。这一间呢，啊？不错，也没有换很多了。下次在吉隆坡再换看看。哦，它对面就是，它的对面就是那个观音庙。哦，这边看过去啊，整排都是换钱的，整排都换钱的。啊，角落这一间。哦，唯独在它单独在一间角落，啊，这间汇率最好。哦，你可以大家可以比较看看呢，啊。啊，这间是明码标价。哦，143呢，啊。每间我都问过了啊，啊，这边是我们印度人还在编花串，哦，很厉害啊，编花串，超厉害的。变得这样子很漂亮，彩色的花看起来好像假的，为什么花可以这个颜色那么漂亮？很像假，很像假的。哦，换钱顺便看花了，还可以看一下观音庙。哇，那边就是印度小印度区，可以进去逛逛。啊，这边有一个印度庙，啊，这边是观音庙。